头发都已白了，还说儿是小孩。父皇也不想想，他是几岁当皇帝的，爷爷又是几岁就把王位让给他的，发牢骚归发牢骚，太子赵敦也拿父皇没办法。直到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，太上皇高宗驾崩，孝宗才决定让太子身爵军国事务。又过了两年，才终于把王位禅让给43岁的太子赵敦，史称光宗。最讽刺的是，他一直迫不及待的要当皇帝，登上帝位后却无所作为。太子妃李凤娘也终于坐上皇后的宝座。次年，光宗赵敦改元绍熙，绍熙元年就是公元1190年。赵敦从乾道七年1171年25岁时被立为太子，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2月奉诏受禅，足足等了18年，可见皇帝的宝座得来不易啊。这时的李凤娘也已经41岁了。可是李凤娘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后而变得温柔贤淑一些，她那悍妒的天性反而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了。皇后按时朝觐太上皇和皇太后是宫廷里传统的礼仪之一。孝宗朝时，谢皇后朝觐太上皇高宗和吴太后极为恭敬有礼，到了李凤娘当皇后时，她朝觐太上皇孝宗和谢太后却极为草率。除了她那违背温柔贤淑的性格外，这当然是因为她当年当太子妃时，公婆袒护丈夫，放任丈夫任意玩女人，还不断批评数落她，说她不贤惠，让她怀恨在心的关系。李皇后朝见退位的公婆，常乘坐监舆一直坐到内殿才下轿来，进了内殿拜见公婆，态度也很马虎无礼，看得出完全是应付差事。谢太后纠正李后，告诉李后她自己当年做皇后时是如何如何，为何李后却如何如何。听得李后火冒三丈地说，我是官家皇上的结发夫妻，情形不一样，这两句话像针一样直刺到谢太后的心里，因为她是由嫔妃升级册立为皇后的，并不是孝宗的结发夫妻。孝宗的结发妻子是郭皇后，光宗的生母。李后的意思是说，你我出身不同，你怎么可以要求我跟你一样，像小媳妇般的去侍候公婆。太上皇和谢太后听了大怒，打算把出言无状的李皇后废了。他们找太师史浩、史弥远之父商量，但是史浩年纪已老，不想惹事，坚决反对。二老才打消此意。李皇后忌汉且妒，不孝顺公婆是齐汉的表现，虐杀情敌则是他妒的表现。有一天早上，光宗在寝宫洗手，他看端着金盆侍候自己洗手的宫女一双手很白，不禁赞美了两句。当天晚上，光宗回到寝宫，李皇后派人端食盒送给皇帝，皇帝打开一看，竟是那个工人的一双手，吓得久久说不出话来，一连几个晚上都做噩梦。光宗赵敦身边有几个女人，她们一直都是李凤娘的眼中钉，除了服侍张氏外，还有一个皇氏，也是光宗在当皇太子时就进宫的，都受到赵敦的疼爱。服侍后来被李凤娘逼得离开赵敦，出宫另外改嫁到名家。张氏、皇氏两人，李凤娘撵不走，在赵敦及帝位后，他俩都被封为贵妃。皇贵妃美丽温柔，颇受光宗之宠爱，她原是太上皇高宗身边的侍女。太上皇见皇太孙身边没什么时机，就把皇室赐给他。赵敦得知如获至宝，日夜疼爱，惹得李凤娘恨之入骨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绍熙二年秋天，传出了皇贵妃怀孕的消息，李皇后又气又急，便决定下手把祸根除掉。同年十一月冬至前夕，光宗因为次日要主持交祀大典，独宿斋宫，李皇后见机不可失，立刻派人把皇贵妃杀死了。光宗站在祭坛上主持交祀大典时，传来皇贵妃害疾病暴卒的消息，他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差点当场昏倒，连交祀大典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。光宗回宫之后开始生病，变得言语不清，神志恍惚起来。太上皇孝宗知道以后，赶到大内府事，他见儿子张口吃言，疯疯癫癫，连亲人都认不得了，又担心又生气。他把李皇后找来，大声斥责说，皇帝是宗庙社稷的重心，你不好好小心侍候，害他病到这种地步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我一定把你们李家全部族诛了。说完之后，又把宰相刘正
时间躺在病床上生气，喃喃自语，被人视为疯子。光宗退位做太上皇，又过了6年抑郁不平的生活。有时候光宗想起以前施政不当或怠惰眷情之事，又不免自责，甚而痛哭失声。李凤娘无法，只好频频劝光宗喝酒，要他借酒消愁。宁宗庆元6年1200年初夏，李凤娘太后听算命的预测他有灾厄，于是他便临时抱佛脚，在大内僻室独居，穿上道袍虔诚念佛。可是到了6月，他还是一病不起，呜呼哀哉了，享年52岁。又过了2个月，太上皇光宗赵敦驾崩，享年54岁。当李凤娘太后死去的消息传开后，宫廷内外都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。做人做到这种地步，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。